谢没拉比的小新说的虎良，谢谢。谢谢墨粉么么哒送的烟水瓶。英雄联盟，我马上就到，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现在我们队的控只有那个缓速，没有别的。全军出击！早知道玩卡牌好了。这个技能怎么这么超杂呀？像打水枪一样。
趁机将我们杀掉。机械，这什么？送了一个血瓶，谢谢。日文自创的血瓶，谢谢。不会念啊。哎，他买了布吉斗篷。九桃好多队长大部分没有打到
飞机怎么去下喽？回来呀，你俩换呀。弟弟洋洋歪歪是哪个水平？维恩是打不赢我的。我马上就到。随时可以起飞。因为不足道，一无是处。飞过来的看不到呀，太亮了，他那个技能太亮了，我就一个画面找不到 skin。 哇，而且非常的眼花缭乱的，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呢？谢谢巴蒂君临是哪个血瓶？四虚兄弟什么梗？有人说四虚兄弟什么梗？有那么一个梗。如你所愿。
可以选随行不明。为什么随时又过总过来呢？总过来呢？我马上就到。随时来中，然后他们去上岸把他杀了，杀了上单。我们队什么都不做，人家都这么打。为什么总站在我的后面啊？谢谢插入他心如他梦兽的一个血瓶，谢谢。如你所愿。先送个蓝方，洛洛不买眼石啊。感谢
轻松的蓝图。木龙为什么不买眼石呢？现在我们视野真的非常大。哦，你无名奖不用。他不见他们过来，那你没有眼。你觉得现在游戏完全没有希望？再怎么想要出装备也是你，怎么也是得先出个眼石的嘛。我已经十级了，也没有出眼石。이게안그래도힘없어서어떻게나가지못하는데왔다도보니까진짜완전감사本来咱们就没有肉，然后就没有办法往前面过去，而且还没有眼，地图完全乌漆抹黑的。为什么不买眼呢？为什么不买眼呢？谢谢救很久送的一个感谢小司送的一个血瓶，谢谢小司，谢谢救很久送的三个血瓶，谢谢，还有屁公屁东屁屁摸送的两个血瓶，谢谢救很久送的又一个血瓶。谢谢青年送的蛋糕66个凹凸的，谢谢青年送的66个蛋糕。安迪送的一个血瓶，谢谢安迪。
面直接团灭了。嗯，这把团的还是很好的。谢谢潇潇送的宝剑，还有牛排爱和红酒送的宝剑。我们这边控技比较少。还没有肉。我现在是没有大龙吧，刚才死了。炼金怎么打？刚才不怎么玩炼金的。我以为会被拉过去。活呢，现在是王者段的啊，分数是58分，还没有到100分。第一现在是多少分呢？爸爸要冲到1300分。剩一丝血了，这是一个人送的宝剑。哎，现在是第一是小马吗？不是那个什么虎神的吗？随时可以起飞。感谢一个人送的宝剑10个。点上。
点东亚的，点是点了，但是没点脸，没点出来。楚神睡了一觉，变第三了。谢谢 Dopa， 我的男神送的十个宝剑。Dopa 这个号胜率不高，一开始上分比较慢的。他休息了三个月，肯定是没有之前玩的好。不过多打几天的话，应该还能恢复到以前的呀。能打赢螳螂吗？打赢了。谢谢梦醒了送的宝剑。啊！什么时候过来的？游戏要结束了。他不守家来抓我。我也是逗了，你不守家你来抓我干嘛？